正值毕业季，周深两场毕业歌会表演预告，6月9日19:30，阿弟毕业歌会。目前已知周深将献唱二专新歌《少管我》和昨天发布的阿弟毕业歌《去明天》。同2024仲夏毕业歌会将于6月10日20点直播，周深会献唱哪首歌？在评论区猜猜看吧，期待周深精彩表现。周深昨天录制《跑男》下班后就回上海了，昨晚10点跑男团员还在直播，到下班可能就凌晨了，周深还赶回上海了，连轴转的行程，饱满的状态。周深和小破站合作的毕业歌《去明天》已于5日10点上线，上线仅十几个小时， B 站官方账号收听破230万，仅周深微博下 MV 收听破450万。周深的新歌总是来的那么惊喜，干净治愈的歌声充满了青春、美好和希望，在他的歌声中融入了他对毕业生们的美好祝愿，对未来的希冀，对所有事物的祝福，也有对学生时光的不舍。感同身受的我们也为他们送出祝福，希望他们未来的路越来越好。说到周深新歌，还有一首即将上线，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情感主题曲《风吹过的晨曦》将于6月7日10点正式上线，大家一起期待吧。听风吹过的声音，在浩瀚的天际，想我深爱着的你，6月5日，除了周深毕业歌首发上了热搜，还有多个词条上了热搜榜。比如周深一级自我否定选手，周深被前雷逼着写了少管我，周深和他的职场发小，周深热血番照进现实等等。而这些词条基本都是人物杂志创建主持的。5日，人物杂志再次艾特周深，连发6条微博，全是关于人物五月刊封面对周深采访的万字长文。这篇长文极尽详细地总结了周深从小到现在的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是生命不忍多看又不得不看的采访。比如周深为什么怕黑，那是因为小时候的路总是漆黑的，相信没有米字能不落泪吧。比如成长经历留下的烙印，让周深一直以来不自信，没有安全感，生米们很痛了吧。比如前雷老师软硬兼施地逼着他写歌，又是那么好笑。再比如相识于微时的朋友，现在成为新一代强大的制作团队，生米们会很自豪吧。前雷说，周深的音乐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地告诉你你一定要好起来，而是有人和你站在一起，生米们有着狠狠的共情吧。还有和好友刘同幼稚的对话，又是那么好玩。万字长文生动形象，却撕开了周深一路的辛酸，真实的讲述着周深如何用柔软捍卫刀锋，辛苦的最终抵达自己并与自己和解的。他真的值得生米去认真品读，但有多少生米是边看边哭边哭边看的呢？一个歌手要留在舞台上唱歌，其实是一个特别困难和特别辛苦要做到的事情。之前也是因为作品排期的问题，就非常频繁的在发生。但是为什么要录那么多歌，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害怕大家会记不起有个歌手叫周深。我觉得我唱那么多歌都是想去让大家记得还有个歌手叫我吧，为自己争取舞台。每一个舞台其实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我都会在想，如果我这个舞台没有发挥好，我会不会就没有下一个舞台，或者我都会觉得那我的现在的大舞台也都是从我一个个小舞台积攒起来，所以我才会努力的想留在舞台上唱歌吧。目标就是啊，能够留在舞台上唱歌就好。也没有那么大的目标，我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所以就只有一个愿望吧，就是能够站在台上唱歌是会有人愿意听。
采访中的一小段让我唏嘘良久。周深不是很擅长拒绝的人，吃过很多哑巴亏，早期参加节目时也收到来自别人的友善，就把一颗真心全部递过去，结果镜头一关，对方就爱谁谁。周深难过很久，但下次还是如此。这段文字当即让我想起周深在《青春环游记二》围桌谈心中哽咽地说过，我喜欢大家，又害怕自己太喜欢大家。这句话刺中多少人的心，一颗真心袒露后最好的结果是被珍惜，但这样的概率太低，最多的可能是被无视和践踏。或许还有人会说他真傻，被忽视多了会给自己戴上一层层面具，被践踏多了慢慢也会给自己筑起防线，最终成为同样的虚假人，更有甚者转头毫无负担地成为践踏者。但是也有一些怀揣天真和善良的人，依旧想着用真心换真心，虽然难过，虽然失落，虽然开始怀疑自己，也想好好隐藏自己，但心底那份赤诚和火热依旧闪耀。善良是一种选择，保持火热滚烫的心何尝不是一种选择呢？周深人物五月刊长篇文章一定要去看，你会了解更立体的周深。包括其实2014-2015年的时候，可能非常非常的那段时间，应该还是相对来说就是蛰伏的比较深的，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没有太多的能力去往，即使那样的话，你也不想改变，不想，而且我之前也说过，还挺幸运的是自己不是一夜爆红型的歌手，因为我觉得那样需要更厉害的精神内核去迎接那些东西，以及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去成长。我不确定自己可不可以去掌握那样的事情，但是我这样慢慢成长，我觉得可能也许更适合我。就是我觉得像余华老师说的，其实就是一棵树要长成阳光，就是长成它自己的样子，但前提它是一棵树。所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坚信自己是一棵树，而不只是一棵草？或者当然草也很好了，草也很好。就是因为讲，我不知道。那我觉得这个就真的不知道了，因为说不定现在我也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怎么样可以长成参天大树的树，就是顺着自己先长着吧。但你现在应该非常有自信。不可以。到现在也没有。这可能就是我们另外一首歌想说的东西，可能就是自己从小长大的环境。从小也都是自己长大呀，所以而且所有的事情，因为爸爸妈妈真的很忙，对，因为爸爸妈妈也很辛苦去给到我们，至少让我们穿的暖吃的饱，所以肯定是没有时间来照顾我们，所以反而这样的原因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就会慢慢让自己有一种没有安全感的这样一个性格出现，所以包括自信啊什么之类的，我现在肯定比之前自信，但是我觉得也肯定不能用绝对自信或者是自信这几个字来形容，但我觉得一切都是过程。